是的，我想呢，大家了解到不同的虫草有不同的学名，圆珠虫草的学名它是什么呢？其实它真正的学名就是 Hirudella sinensis。您透过 DNA 的比对，透过 DNA 的一个了解，您会发现到你在国际基因库比对上的东西，这个圆珠虫草就叫做 Hirudella sinensis。您如果买到的是北方虫草、北虫草，那就叫做 Cordyceps minutaris。如果您是在找中国传统使用可能二十几年以上的一个药材呢，一个所谓的保健品，它到最后它根本连虫草的类别都完全不一样，它的学名就是 Pestillomyces hepila， 也就是大家习惯俗称的 CS4。 我想用 DNA 的一个比对会非常非常的清楚。